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日必须摄取五至九份400克的蔬果。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蔬果可以帮助维持今日最佳的健康状态。而且蔬果可以令你活得更健康，提升生活质素。为什么需要补充植物营养素？你知不知道蔬果中含有营养丰富的植物营养素？块头在希腊文中代表植物， Nutrients 代表营养，是生命得以存活持续的物质。事实上，每种颜色的蔬果都能带来不同的健康益处。紫色蔬果可促进大脑健康，橙色蔬果可促进眼睛健康，绿色蔬果可促进细胞健康，红色蔬果可促进心脏健康，白色蔬果可促进骨骼和关节健康。所以进食充足和多种蔬果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进食营养补充品呢？全球约有75%的人口都没有摄取足量的蔬果，因为生活繁忙，环境污染令植物中营养成分降低，令我们摄取的营养未能满足身体的需要。我们可以怎样确保身体摄取足够的营养呢？透过饮食和摄取蕴含丰富植物营养素的植物性营养补充品，你就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选择纽崔莱？1934年，纽崔莱成为植物营养素营养补充品的先驱。80年来，在科学和研究成果上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纽崔莱营养补充品含有最优质和最丰富的植物营养素。纽崔莱独创从种子到成品严密监控的生产过程，确保获取最优质的植物营养素，提炼出安全、优质、可靠的产品。帮助补充不足的营养素，纽崔莱帮助我们过更健康的生活。这个就是为什么纽崔莱会成为世界销售额第一的维他命及营养补充品品牌的原因。